在柏林的这个蒙德楼星堡门面前，然后我的那边有人在唱歌，这边可能声音比较嘈杂，但是我选了几个地方啊，都没办法，只有这个地方人稍微少一点。这边来了一辆卡，我先谈一谈我对整个柏林的一个整体印象。因为柏林在这个二战之后呢，被瓜分了，一半是属于英美国家，一半是苏联，然后苏联又围着这个西柏林建了一个柏林墙。那么我今天来柏林的时候呢，我觉得它这个东西柏林的这个差别呀，不是很大，就是这个差距已经被愈合了，但是它的战争创伤还没有被愈合。我可以给大家一会儿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详细记录一下关于这个柏林的一些具体问题啊，这个地方实在太嘈杂了，不适合做一个节目。哎，你说我他妈走了，他又不唱了，这是汉堡。